接下来我们学习一下浮点型数据。我们在这个时候启动 Visual Studio 2013，我们在这儿新建一个项目，我们选中空项目，我们在这儿输入浮点变量与常量，我们在这儿单击确定创建值。 我们选中原文件，添加一个新建项。我们选中 C 加加文件，添加值，我们将其重命名为浮点常量点 C。首先，我们在这儿 include 的 stdio 点 h，然后我们接下来输入 void 的 main，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。 最下方我们输入 getchar，让它等待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运行起来，这就是一个空程序。浮点型一般用于什么场合呢？比如说在这儿我们输入 printf，俺的银行账户有百分号 f。 我们在这输入元，比如说在这我们输入一点二三，我们在这输入分号，我们运行起来。大家在这可以看到，有些时候浮点型数据，比如说我们有些时候需要小数点我们就需要用到浮点型。比如说你的银行账户有百分号 F 元，这个一点二三实际上在这就是一个浮点型的常量。比如说在这我们输入。 幺零二点二三，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，这就是浮点型数据的用途。而且呢，我们有些时候必须带小数点，但是呢，有些时候零我们是可以省略的。比如说，在这个时候，有些人比较穷，点二三，我们在这可以看到。 我们表示浮点型数据的时候，零是可以省略的。当然了，你要写上它也是可以的。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，是不是这个样子呢？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，有些时候我们输入一二三点也是可以的。比如说，在这儿我们输入一二三点。 它在这儿有什么特征呢？也就是零，我们是可以省略的。这个呢，就是用小数点十进制的方式，来表示这个浮点型的常量。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呢？实际上是有的。另外一种方式，也就是指数形式。大家想想，指数形式我们该怎么做呢？ 在这儿我们要记住，比如说在这儿我们输入一点二三，然后我们输入一四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，它在这儿打印出了一二三四零零，它在这儿输出了一二三四零，为什么呢？它在这儿也就是一点二三四乘以十的四次方，我们在这儿要切记，指数必须为整数，比如说在这儿我们输入一个三点五，可不可以呢？ 我们在这发现了没有？它在这报错，为什么呢？指数必须为整数，而且整数我们还可以让它是负数。在这儿，比如说这是你过年以前，但是如果是过年以后呢？我们在这输入过年以后，我们运行起来。 大家可以看到，过年以前他的账户有一二三四零，过年以后呢，也就是零点零零一二三。我们在这儿知道他是如何表达的呢？一四，也就是乘以十的四次方。我们在这儿注明一下，十的四次方是不是等于一万呢？在这儿，十的负四次方呢？ 它在这就等于零点零零零零一。这过年之前你这个钱，也就是用一点二三四乘以十的四次方，也就是一万。而在这儿呢，就是让你乘以零点零零零一。所以在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差别所在。我们在这儿知道浮点型的常量，我们就有这两种表达方式。那么在这儿我们还可以细分一下。 什么样的常量是 double 类型？什么样的常量是 f l o w 类型呢？在这儿我们来注明一下。我们在这儿输入 printf，o 我们在这儿输入百分号 d，逗号百分号 d，我们在这输入 sizeof e 一点零，然后在这输入 d, 我们在这输入逗号，我们在这输入 sizeof e 一点零 f。 大家想想，它们分别是多少呢？我们在这儿注明一下。我们运行起来，分别是八和四。它意味着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double 类型是八个字节 f l 类型是四个字节。所以它们在这儿区别就在于此。默认如果没有 f 的话，就是 double 类型；如果说加上 f，就是 f l 类型。它们之间。 区别在哪儿呢？double 类型八个字节 f l l 类型四个字节。字节我们在这儿还可以拿它做一个对比。我们在这输入 printf，我们在这输入斜杠 n，我们在这输入斜杠 n，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 d，百分号 d，我们在这输入 sizeof double。 然后我们接着输入 sizeof float，然后我们在这输入分号，我们运行起来。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，一点零 f 和 float 是不是对应的都是四个字节呢？一点零和 double 对应是不是都是八个字节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基本上了解了浮点类型的常量。我们在这儿将这个闷函数命名为闷一。 接下来，我们来了解一下浮点型的变量。浮点型的变量就分为单精度和双精度，它们在这儿有什么区别呢？float 的类型，它占有四个字节，有效数字是六到七位；double 类型占八个字节，有效数字是十五到十六位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来演练一下。我们在这儿添加一个新键项，我们选中 C 加加文件，添加值。 我们将其重命名为浮点变量点 c。首先，我们在这儿 include 的 stdio 点 h，然后我们接下来 include 的 stdlib 点 h，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 void main，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，最下方我们输入 system pause，让它等待一下。 然后我们输入分号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实验一下定义 float 类型的常量和变量。比如说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输入 float fl，我们让它等于一二三四点五。然后我们接着定一个 double 类型的常量。我们这个时候来定一个 float 类型的变量 fl。 我们给 fl 赋值为一二三四点五，我们接着定一个 double 类型的常量 db，我们给 db 赋值为一二三点四五一四，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输入 printf，我们输入。 我有百分号 f 元，经过努力以后有百分号 f 元，然后我们在这儿输入逗号，我们在这儿分别传入 fldb，然后我们输入分号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运行起来，大家可以看到。 一二三四点五，5, 这就是 f l o w t 类型的变量，而在这儿呢，这就是 double 类型的变量，也就是一二三四五零零点零零零元。那么大家想想，它们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？我们在这儿输入 printf，我们在这儿输入百分号 d，逗号百分号 d。 我们在这输入 sizeof，fl，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sizeof db，我们在这输入斜杠 n，我们在这输入 float 占多大，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double，我们运行起来，大家在这可以看到 float 四个字节，double 八个字节，它们在这区别是什么呢？ 也就是说，单精度和双精度，float 类型它占四个字节，有效数字可以到六到七位；double 呢，有效数字就是十五到十六位。我们在使用浮点型数据的时候，一般情况下 float 够用了，但是如果我们要追求更高的精确度和更大的表示范围，我们需要用到 double。而且呢，接下来我们需要了解一下。 计算机是如何表示整数的？在计算机里面，我们知道表示整数是非常简单，但是表示小数，我们该如何来表示呢？这种情况下就有两种形式。第一种情况下，也就是小数点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，叫定点数；另外一种，也就是小数点的位置不固定，可以浮动，它就叫浮点数。我们在计算机里面通常是用定点数来表示整数和和纯小数。 它们呢就分别称之为定点整数和定点小数，而对于既有整数部分又有小数部分，一般情况下就用浮点数来表示，用科学技术法来表示，也就是用一个尾数，用一个基数，再用一个指数，再用一个表示正负的符号来表达实数。在这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二三点四五，用十进制它就是一点二三四五乘以一百，100用科学技术法就是一点二三四五一二。 浮点数利用指数达到了浮动小数点的效果，它可以表示出更大的实数。在这儿，我们来做一个说明。大家想想这样一个问题：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表示实数需要用浮点数呢？比如说，在这儿我们输入一点零一。 比如在这，我们输入一点一，然后我们输入一点零一，然后我们输入一点零零一，然后我们输入一点零零零一，然后我们接着输入一点零零零零一，然后我们接着输入一点零零零零零一，这个时候是不是无穷无尽呢？我们在这注明一下。所以呢，所以不能用整数一一对应的方式。 因为内存是有限的，所以用浮点数，也就是浮动小数点。浮点数利用指数达到浮动小数点的效果，它呢就可以灵活的表示出更大范围的实数。我们在这儿，我们在代码里面演练一下。 我们在这儿将 m 函数命名为 m 二。我们在这儿添加一个新建项。我们选中 C 加加文件。我们在这儿输入为啥使用浮点数？我们在这儿添加值。我们将 CPP 重名为点 C。我们在这儿 include 的 stdio 点 h，然后我们接着 include 的 stdlib l 点 h。 然后我们输入 volume men，然后我们输入括号大括号，最下方我们输入 season pause，让它暂停一下。然后大家想想这样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输入 printf，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 d，然后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 d，我们在这输入 size of。 int，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sizeof double float，我们在这运行起来，大家可以看到 int 和 float 都占四个字节，但是呢。 它们表达的范围一样吗？我们在这儿来查看一下它们能表示的极限。我们在这儿包含一个头文件，也就是 limits 点 h，然后我们接着包含一个头文件，也就是 float 点 h。我们在这儿注明一下，它包含了 float 的极限。 这个时候呢，就是 int 的极限。我们在这输入 printf，我们在这输入百分号 d，百分号 d，我们在这输入极大值，然后我们在这输入极小值，前方我们插入 int。 我们在这打印出 int 类型的极大值，我们在这输入 int max，然后我们接着输入 int e r min，我们接着打印出 float 类型的极值，我们在这输入 float 极大值、极小值，我们分别输入百分号 f、百分号 f。 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FLT_MAX，然后我们在这输入 FLT_MIN，然后在这输入分号。float 作为实数，没有正负。作为实数，极大值是能表达出的最大正负数。 极小值是能表达出的最小正负数。我们在这个时候运行起来，我们在这儿插入斜杠 n，我们在这儿插入斜杠 n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 int 类型的极大值，这是 int 类型的极小值。 f l o 类型它的极小值零点零零零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因为百分号 f 默认只打印出小数点后面六位，我们要让它显示的更长一点。比如说在这儿我们输入点一百 f，我们在这儿注明一下，百分号点一百 f 也就是小数点后面一百位。然后我们在这儿运行起来，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。 这就是 float 类型的极大值，这就是 float 类型的极小值。如果用 int 类型一一映射的话，我们在这可以看到，最大只能表示出这个值，最小也只能表示出这个值。但是在这儿，我们用 float，float 它用浮点类型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一下子可以表示出这么大的值，极小值我们也可以表示出这么小的值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在这儿来注明一下，就像在这个时候，幺零零零。 这种情况，我们用 int 类型肯定是没有办法表达的。但是，我们用指数是不是很容易表达出来？比如说，十的四十次方。同样的，在某些情况下，我们要了解一下，也就是说，零点零零零零零一，我们有些时候也可以这么来做，也就是一点零负四十次方。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呢？ 这就是指数的好处，所以大家在这要记住，科学技术法是如何来表示的。有些时候我们要记住，小数点的位置不变就是定点数，小数点的位置不固定，它就是浮点数。在计算机里面，我们通常是用定点数来表示整数和纯小数的，但是呢，对于既有整数又小数部分，我们就用浮点数来表示，它呢就是用科学技术法来实现的。 我们为什么说要用科学技术法呢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用科学技术法可以表示出更大的范围。就像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，int 类型占四个字节 f l 类型也占四个字节。但是 f l 类型能表示出这么大的数，也能表示出这么小的数。而在这 int 类型呢，它最多只能表示出这么大的数，最小也能表示出这么大的数。在这儿我们还要理解它们之间有所不同。 极值是能表示出最大的范围，极小值是能表示出最小的范围。我们在这儿要了解到 f 类型的极大值可以表示这么大，最大能表示的数是这么大，最小能表示数就是这么大。当然了，我们前面也是可以加上正负的。我们在这儿是不是可以看到 float 的范围明显大于 int 的范围？它是如何实现的呢？就是科学计数法。 然后在这儿我们来做一个总结。首先，第一点，我们在这儿要知道 float 类型的常量是如何使用的，它有哪两种形式，也就是小数点形式和指数形式。然后，第二种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浮点类型的变量，它们分别也就是浮类型和 double 类型，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？ 然后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使用浮点数，以及浮点数的极限。在这儿就希望大家认真记住一下。大家要记住，int 类型极限在哪个头文件里面 f l o a 类型的极限在哪个头文件里面？而且如何打印出它们的极值，以及百分号一点一百 f 起到什么样的作用？大家在这要知道，我们用科学记术法。 表示 float，我们就可以表示出很大范围的值，就像在这儿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数，我们用十的四十次方，是不是就可以轻易的描述呢？这是一个很小的数，我们用一点零乘以十的负四十次方，是不是也能轻易的描述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用浮点数可以表示出更大的范围。同样四个字节，float 的表示范围是不是要明显大于 int 类型呢？所以希望大家认真实践。